请讲。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卢金红台长，感恩未来菩萨们，晚上好。蛮会讲的嘛。弟子自己业障自己背。弟子是1984年的属鼠的，属老鼠。之前被追动手术了，是12年前。就是脊柱，脊柱啊！啊，对对。嗯。一个老伯伯在你身上啊。哦。不知道你爷爷小时候领过你吗？没有。没有啊，有一个男的老伯伯，非常清楚，在你后面。哦。嗯，你现在要记住啊，你脊柱整个是弯的，而且到了后面啊，对对啊，到了后面有突出，这你的腰非常不好。对对 对, 对。还有什么问题啊？你讲下去啊。之前弟子有念小房子，有开始念了，是想有念几张了？大概100张。太少了。你第一波至少400张。400张。好吧。好好。你念的效果还是蛮好的。哦，谢谢。你要记住了，你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气量太小，太敏感，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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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都气量太小，话也听不进，就是人家说一句话，你会气气上半天。好好，要好好的改毛病了。好的好的，明白吗？好，好像你实际年龄没有你现在看上去大吗？啊，两个灵性，还有一个灵性在你头上。哦。所以你的脑子经常会头痛，而且会失眠。是是是。嗯。赶快把它念掉。好。好吗？好好的。你的肚子这里啊，小便也非常不好。对对对。嗯。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放生啊，对，放生15000条，一万五千条，慢慢放好了。好，好的，好吧，气量大一点啊。好好，一定会。你要学学菩萨、弥勒佛，对不对啊？容天容地啊，你想想看，你气量这么小，你怎么活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气量小的人，活都活不长的，气都被气死了。所以这个人不能生气啊。我们之所以身体不好，就是气太多，真的气不过来的。小弟听得懂吗？啊，听得懂。嗯。然后功课怎么做？功课就大悲咒21遍，心经21遍，礼佛念3遍。好。然后七佛灭罪真言要念108遍一天。好好。连续先念3个月。好好。好吗？好好。还有念往生咒。往生咒，好吧。嗯，哎，小弟，你自己要记住了啊，感情上不能再出差错。感情，我指的感情，你听得懂吗？是网上少看感情的东西。哦，听得懂吗？听得懂，懂。还要我讲啊？好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啊？没了。家里有没有灵性啊？家里没有。没有。好，好的，谢谢。你的血液浓度特别厚，你要吃全素。已经吃全素了。而且多喝水。好。否则你的左半边啊会小中风的。哦。听得懂吗？好。你的左半边会不会动的？好的，好的。其他还是问题啊？没有了，谢谢。好好努力，好好念经，谢谢台长。好了，下一个了。感恩观世音菩萨，然后六台长师父，请师父慈悲啊，帮我看看我的孩子，
他是属鸡的，2005年，自闭。哎，很厉害哦。就是慈悲啊、讲话都不好、啊。对对。他有一个耳朵也不好。对，他是一个发炎的。他身上有一个灵性啊，老盯住他，一个灵性啊，跟他讲话，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啊，你要给他念小房子呢。请师父开示。他生出来就有问题耶。你要当心哦。对啊，他出事的时候有应该有12个小时还不出事啊。啊。他身上有个蝶影，他是不是双胞胎啊？哦，不是啊，不是。啊，他不是，他不是双胞胎的。是双胞胎、啊？不是，不是，不是是吧？不是啊。他身上有个蝶影哎、啊，那是个灵性啊。看到了，嗯，是一个老伯伯，瘦瘦的脸。小时候有谁领过他吗？没有啊。年纪大的有吗？想一想，就只有他的祖母啊。祖母是吧？啊。是不是脸圆圆的？哦，不是，不是。眼睛不大，是不是啊？祖母的眼睛不大，是吧？啊，祖母的眼睛不大、啊，是不是鼻子蛮大的？啊，是是，嗯，就是他，就是他，嗯，祖母在他身上，因为我有时候看，你们看年纪大的人脸，看不出男的女的的，很多老人家，明白了吗？你要好好给他念小房子啊，师父慈悲，要念多少叫小房子的？像他这个，你至少先要给他念到840章，好吗？可以，会念。会当中会慢慢的好起来的。放生先要给他放1300条，可以会做吗？我会做。师傅，请问功课应该要怎样做呢？嗯，大悲咒，好吧，大悲咒49遍，心经21遍。礼佛念5遍，然后念往生咒要49遍，都在念了。啊，消灾吉祥神咒要念49遍，好吗？好好好，可以。嗯，他我看一下啊，你再说一下他属什么，几几年的？属鸡，2005年。还是有希望的，哥哥，明白吗？他有希望，他讲话不行啊，而且他的眼睛也有问题。啊，对呀、啊，嗯，都不专心了、嗯。你要好好的帮他消业，明白了吗？你们家里最好不要有任何杀业。如果你要是还开饭馆呢、啊，还去杀生啊，什么东西，这孩子会出大事的。都不做了，你啊，不要做了，过去错过是吧？以前就买过股票。股票啊，是养鸡的。养鸡的马上卖了。哎，养鸡的一样卖，他赚他的钱，你就是等于在杀生一样的，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卖掉啊。嗯，卖掉了，卖掉了。啊，嗯，好了，好很多了，给他加持过一下了。哎，感恩师父。好吧，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你叫他，叫他那，来合掌，来看看爷爷，啊，合掌，停，来合掌，
来，合掌来拜，来，啊，让他自己来，来拜，来拜，哎，拜，拜，大拜，再拜一下，来，啊，拜，好，感恩师父，看见了没啦？也救了嘛。如果当时像现在在台上，如果师父能够这么一加持，能够马上有现场感应，那么他一定有救。如果有的时候现场感应都没有，就是这个灵性不会放过他，根本不给他，听得懂吗？你好好修心了，你不要再搞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你这个人嘛小脑筋太多，听得懂吗？改过改过。他妈妈在不啦？不在不在。他妈妈不在这里啊？嗯，不在。我讲两句啦。好，弟子、你好好听，我在听，你自己好好听话啦，感情上不要乱来啊。有什么好事情啊？没乱来啊，没女朋友。哎，没女朋友，骗我啊？过去没有啊？哦，以前有。嗯，还少啊？还有我讲啊？你以为你现在没有了？你就是过去就没做过坏事啊？因为你去年如果抢过银行，人家没发现你，你就没抢过啊？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听得懂。好好念经啊，有救的。像他这个大概三年，三年之后会恢复到70%。感恩师父。好啦。嗯，感恩师父。好吧。哦，给个法师。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为这位法师看图腾，法师自己的孽障自己背。让他坐吧，让法师坐吧。对不起。嗯，你等等等等，他身上有东西，已经有东西在上面了。好，起来吧，好吗？啊，台长在这里，知道了啊。你让他拜，你让他拜。嗯，他身上来了，身上东西，他的灵性在身上。师父，这位法师是1956年出生的，属猴，从十几岁开始，他就一直被一个灵性反复的折磨。看见吗？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听到了吗？师父讲的对不对啊？对，师父讲的非常对。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大病了好几年，然后因为这个因缘出的家，出家了，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2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个出家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他其实做过很多法事跟超度，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位灵性仍然对他可以任意的打骂或者是掐，甚至强迫做夫妻之事，威胁他是说要来报仇索命，是说要让他下地狱，是的。那这位师法师是非常的，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并不是说出家了你的业全部消掉了，出家了只是给自己更深的戒律，让自己一定要更好的能够消业障，明白吗？所以我就是告诉你，现在他身上这个灵性很厉害的，非常厉害，要他的命的，明白吗？而且是他前几世的一个情人索他的命。他几几年属什么的？1956年属猴。嗯，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不会放过他，他要念，除非他要念很多小房子，而且就是小房子念完了，他也不一定走。一定要有一个人给他做担保一样，用现在的话讲，明白吗？明白，他听明白了。师父，这位灵性现在控制的这个法师，就是其实他连庙里的功课都没有办法做了。他8月份开始接触心经法门，其实有念小房子，但是这个过程中的障碍非常的大。对。但是现在法师他不要，那个灵性不要，要他命。是是。嗯，他会跟他讲的。
是。嗯。现在只有求观世音菩萨，他要自己许大愿，许大愿之后呢，然后呢，要小房子可能要许个很大的，不管他要不要，叫他一定要讲，这个数字一定要讲出来，这个要饶他一命，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要想办法帮他超度。他做了法师之后呢，他自己呢可能也是做了很多灵山法会呀，就是那个。是那个水陆法会是吧？水陆法会呢，经常容易招惹更多的灵性，他受不起的，明白吗？他受不起的，所以这个灵性现在呢，也其实现在在他身上，他已经很客气了。他看见师父特别客气，所以不会搞他的，现在不会搞他。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你跟他讲，那个灵性在他身上有时候发出的声音跟他的声线声音啊完全不一样的。是的，是的。所以要好好的修，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业障还掉。第一，要跟观世音菩萨许大愿；第二，要自己要发愿，我要念多少小房子给他啊，求其他的同修也帮帮这位法师，明白吗？明白。请师父慈悲开示，就是到底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法师说他听师父的安排。其实第一波要的也不多，420张。第一波420张。看看他能不能走掉，好吗？因为我看着这个法师这个身上这个灵性是一个男的，一直在他身上跳来跳去，所以他的头很痛，是他头非常疼，然后呢经常呢控制他的意识，对，而且有时候还要让他自己打他打自己，是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我懂得。是的。就是你自己要还他的债。刚刚是我，刚刚观音菩萨，刚刚楼台上师傅，我是不是在操纵我的你就是不是为病吃的药？我是想这个惭愧，有些不懂事烦，有些烦恼，我想着我一。又懂了一些，这修那个心理法门的你，我就不是完全懂，又懂了一些，听他这前头经门的学，又讲了我听了一些。他已经很客气了。自从你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啊，他已经来了少很多了。过去整天在你身上。现在也还蛮轻，多少也是情绪中，有些在我这个肚子高头半夜还压的。对。总是腰里面蛮很蛮很。我就是，我那叫，靠观音菩萨，靠师父的慈悲，多多的指点，我自己惭愧，我忏悔我自己的过恶，我是往前朝你这生前生我不记得，这生我冒出一下烟草的罪我也记得，出了家犯的罪犯的少的点也有我自己心里清明白了。我是自己心里真的现在是忏悔自己的超级过我对不起。知道了。我在看着放生，还有些啥别的那个安排。你们看他现在讲话比刚刚就顺利一点了嘛？你知道师父刚刚请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了一下，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好啦，你要好好的修心。好好的正心正念，不要乱接触更多不好的
现在我告诉你，菩萨告诉我，你过去接触了一些并不是太好的事情。嗯嗯嗯。你要好好忏悔。嗯嗯。好吗？嗯，好。嗯。有救的，没问题，好吧？哦，是。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嗯。好的。感恩龙天护法、十方诸佛。看见了吗？讲话顺溜了吧？感恩所来的一些学友。看见脸，看见了吗？啊。变了吧？嗯。看见了吗？你让他讲没关系的。嗯。放生多，几多数字？放生放20000条鱼，慢慢放，哦、好吧？啊、哦，好。菩萨已经慈悲你了啊、哦哦！好好感谢观世音菩萨。靠这靠菩萨也靠师父的慈悲的指教。我想着我自己，想着我自己忏悔，我自己忏，我自己念，我的念是说是自己背的来。我这还是。停不下来了，现在。好好的，好吧。你要记住啊，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离开，所以你有时候话少一点，好好的念经，好吗？啊、哦，给你加持过了啊、好吗？哦，我真的是只要能够你能叫我念的，我只尽量的，我坚持的念。好。好吧，找你们的佛友也帮帮忙吧，好吧，好吧。那是宋姐要叫我，那也能帮助叫我念的，没得那个帮助。帮忙的没得那个帮助，我没得那个没得那个缘分。好啦，给他一条，给他现在暂时先让他舒服一点吧，你现在先离开他吧。好吧，不要折磨他了，给师父啊，给台长一点面子啦，好吗？离开他，让他舒服一点啦，好吧？啊，他一定会念小房子给你的啊、嗯。我自己，我也放软，只要经过好我是。看见了吗？我都有软的，这众生，例如我也放生，我要放。虽然你觉得手怎么样啊？大家看见了吗？好啦，先扶他下去吧啊、哦！420张。感恩师父。他现在开心了啊、哦！扶扶他，扶扶他，扶扶他。